为了帮助学子学用可以士林电机是捐赠台大学机械系可程式逻辑控制器和人机界面各五台，让学生在学校就能使用到业界等级的设备，接轨职场，打造就业力。士林电机对于跟学校的一些产学合作都会很积极的去推动。那大业大学在我在整个一个学界来讲的话，在实作的部分还有他的学生的一个评价也都不错。那我们士林电机也有很多是从大业大学毕业的一些学生。那这一次为什么会捐赠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些 PLC 或是人机界面，最主要是说希望可以再跟大业大学这边有一个产学合作的机会。大业大学以实作学习带领学生结合理论与实务，企业对大业大学毕业生的评价都很好。这是士林电机希望透过这些设备帮助学生提升技术能力，同时也了解产业的概况。在机械系的这个学程里面就有一组是机电自动化组，这一组的学生他们主要要学习的就是 PLC 还有人机的一些应用。那士林电机在这方面的产品是一个在国内是很有声誉的，那透过这次的捐赠，我们系上的学生就可以利用这些设备来做一些实作的一些课程，还可以做一些业界相关的一些专题那透过这个实作里面可以提升学生自动化方面的一些技能。捐赠设备只是起点，未来双方还会有更紧密的合作，期盼透过产学携手为产业培育更多优质人才。